冬天有，冬天有卖过啊。哎，几十包俩。冬天有卖过阿松，阿松。我叫这刀啊，你话买几杯叫这刀，干啥刀呀？难赚。哎，几刀？好，好，几包俩。没事啦。在位阿乃心大，在位劳累哦，我有办才有趣。贵吧啦？要贵噶？十八年一斤，阿乃心大，在位劳累哦。十八年一斤，贵十年，我七点半才有趣哦。你大我哟？你看不懂？我写我，无要毛这啊？你大呀？我哋。今麽无钱，我就拢无钱。你讲包中170块，哎，170瓦啊！五千钱真贵个啦！170瓦迄种个。系啊，一包好两块，对。170块，一件170块，四片超过一斤。系啊，这么多啊，无钱，这么多。不。先安尼就好啊。哎呀，我也去打了。你老公，这不生气吧？不下，我今天穿拖鞋啦，因为我怕下大雨。我只要穿拖鞋来就不会下雨了。好，我穿拖鞋来就不会下雨了。康乃馨帮你留着，七点半才有去哦。好啊，那个没关系啊，你就直接过来就好。康乃馨还有蛮多的。搞成鱼鱼啊？对啊，送我也没关系啊，再去隔壁买就好啦。我卖了十年嘞，当初两万。三百一万你去包300了啊，免包哎呀，七百块。这，为蓝钻加五百。蓝钻加五百，蓝钻加是上排谈的，你可不要五百，买50了啊，不要五百。买，我赚钱，你不要赚钱。你也可以回家买个。我是行行未上紧呢，行未上紧袂完。行未上，啊未上紧，未上紧等于讲拍麻将，还佫付钱，袂使等于拍麻将。系啊，袂使拍麻将，只计较袂使拍个。嗯，拍无够输。拍麻将唔捌赢，拍麻将佫赢万八千。你讲输两千呢？是讲。我做输干嘛两千？还是做输两千？看我做输，你输的几干哦？看台拢开，啊地方无开着。啊，赢我今赢阿济。阿姨，伊阿哩赢钱，敢无表示者？表示，卡什么表示？我来个挂壁罗哩啦。你遐叫检查是挂中咯，你表示不表示啥？
我呢，哦，细年够严重，细年哦，你硬硬哦，走平静。啊，是不是女朋友？有啊、哦，我在有女朋友，没得个钱。哈哈哈哈哈！现在呢，也拢拢，吼、哦，家己一想麦当劳个，后尾家己自己烤鸭拢，健康就戆戆，叫只烤鸭讲家己食啊。我怎个食个无？家己安顿，都厉害。啊，你食一只全鸭哦？系啊，家己全鸭只嘛500块呢。哦不偏好的哦，不偏偏的哦。哦，我估只烤鸭起码爱500-600呢哦。600+嘞，我那只630分。啊，你这样吃就吃啊。啊，那你一天也吃几千嘞啊？哈哈哈！你放手。也高五。啊，我无上人会啊，去上会啊，硬哎。这什么？没有，这不用嘞。上你母亲节，你先去买，你谁能上你摸你？这上面鱼，青海鱼，人工爱上。青海鱼啊，鲑鱼啦，嘿，这拢我哩做吧。这只蛋袂歹，今年袂歹，今年只蛋我最照顾的嘛。对啊，一个大家庭呢。现在开车来是，反正准备上班，不管买都不完呢。对啊。哎呀。凤虾，秋玉藻，这个是陈啊。这个是尾鱼哦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这个时间吃尾鱼最好，因为哦，这个时间点哦，大家跑去弄黑尾鱼，大家跑去黑尾鱼，所以这个时间那个尾鱼大出以后，这种黄鳍的价格就会比较低一点，这个时间吃尾鱼比较划算。秋玉啊喽，先走啊，本来我昨天要下去彰化的，对，他那。上过那个，我大概半年没去了。你说那个昨天那个西湖那边嘛？对，西湖那边。他那边看他昨天摆灯的吓到我。他昨天有摆灯的，然后就昨天应该你看他整个夜市只有他摆啊。对啊，那因为其实最近我觉得那个大家像做的都差不多，所以以我们是近比较方便，不然像下次我到大概快都要一个钟头。哦，对啊，那边太远，而且，对啊，那边我知道啊，我那边有去过，那个边还比社头还远一点，距离差不多，开时间差不多。那你可以找，没关系啊，你没有空就不用去啊，有空再去就好了。因为其实最近大家都开的差不多，然后大会买的也差不多是这些人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知道。不然其实我想。消费没那么多，是你还有很多东西，你还有很多东西没吃，我知道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也有东西，冰箱有时候第一天都没有忘记吃了，所以东西就到300买一点这样子。对啊，多少倍啦？多少倍？不然啊，堆太久会吃腻，堆太久会吃腻。而且我比较少煮，要我自己煮的部分又煮不要煮那么多。我知道啊。因为你有讲说你最近比较忙，对不对？稍微也比较忙一点，而且最近的金融状况那么变化那么大，有没有要累？是还好，我就说那个事情稍微多一点，家里有一点事情。哦，对啊，那就先这阵子先处理家里的事啊。好，那
谢谢我去了，我等一下上班。OK， 时间了，拜拜。再见，谢谢哦，拜拜。因为不沾杯也迟啊啦，啊就讲时间上迟啊一点钟，伊卖伊卖五百，伊卖也迟啊遐卖啊，对，都卖。是啊，因为像昨天那个晚上那个西湖夜市那边，我就觉得很辛苦。他昨天摆真的蛮辛苦的。第一只黑尾鱼好像已经出来了哈，好像三百多万吧。我记得第一只黑尾鱼好像三百多万。第一只黑尾鱼好像三百，每年都一样啊。它今年我不知道是哪一家标的。去年是台北的一家寿司店标走的。尾鱼吃熟的好吃吗？好吃啊，我有吃过。你会吗？我，你会吗？那个尾鱼的话，你用煎的，煎完以后再撒一点胡椒。不要抹盐，不要抹盐，直接用煎的，然后煎完以后撒一点胡椒就好了。这个是那个王中皇教我的，他说他们有试过尾鱼的话，尾鱼其余就是干煎，然后煎完以后再撒胡椒，不要任何调味，不要任何调味。煮汤的话是比较差的肉可以煮汤，像你去东港可以找那个，好像是黑妈妈吧，黑妈妈的尾鱼，黑尾鱼本汤，因为东港的流，东港有名就是本汤啊，但是不是每一家本汤都好吃。好的肉就用煎的，更好的肉像那个金三角就是吃生鱼片，然后生鱼金三角大概吃一块就好了，吃第二块你就会腻。然后肉如果不是因为挣扎熟的话，就是拿来干煎。如果再烂一点点的肉的话，没有什么油脂的话，就拿来做本烹。或是把它炒熟就好了。抓野菜对吗？抓野菜不会啊。啊。鲨鱼。红鳟鲀你好。鲨鱼。姜玉米仔。我看一下，没有，今天没有鹅啊。哎，Hello，Hello， 嗨，嗨嗨嗨。我请来看的是小姐姐啊。哎哎，今天卡拉鸡腿排吧？有，九分哈。这朋友是刚来，这无你回来，三百块呢。你做鬼爷啊！你讲你那么骚，我叫你买五百嘞。八百，八百。等一下。
都有人买了，不是我鱼，他买了，有人买了，没有，还没有人买，但现在是七天，这个都没杀的，我都不敢了。你可以买尾鱼回去啊，用煎的，煎完撒点胡椒，很好吃。今年的黑尾一只可能要30万。今年的黑尾鱼一整只可能要30万。现在这个时间黑尾鱼比较贵，到五月底的时候，黑尾鱼一只大概可以到20几万就可以有了。一只100多公斤，大概20几万。现在我把六来，乖乖下来。有还贵七的呀？几多少鱼？你钓几的贵的？剩哪有无？刚买的贵的，钓几的贵的哟？贵的。来，大家吃来，来，我把六来。不见我爸了，来，来进来。不进来，我爸来，我爸不进来，我爸就。谢谢。来 ，OK。过来，加拿大了。不见我爸。进来，我爸。哥哥。无啊。哥哥，他有。他等下进来，我爸进来，我等下我爸进来，我爸就。我。来，三百了。来，三百了，300块，来。来装一袋啊！装好了喽。很小。拿下来。哎，好了来。过来。我那边有件那个用具，要做早点，我做点过来。沙包先，沙包来。准备过来，沙包来。摆过来，这摆起来，沙包先，沙包来。沙包先，沙包几件，沙包来。就分个少了吼，分个薄。300块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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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像月亮一样。哎，走走走。哎呀，下来，走吧，溜。走吧。不过来讲，不过来讲，讲以前不过来了。哎呀，我劳动节啊，来。下来，下来过来吧。走吧，下来，走吧。先到结婚的晚上。哈。好好好，那你那你，哎呦，换红色，一个红色呀，不会三花，一下子三花。哎，不要紧，很有钱买，来不了新街哦。哎，这个是陈雪的，郑源他啦。就是耶，三八六来。我帮他留一份。不然不然，做顾我来了，不然不然你个坤子，讲讲讲话。郑源。你死皮哦，来，我做顾我来。想干妈了，想干妈了。来干妈，顾个今年我就无来，无换了。想干妈了。啊！不过你唔来，你母亲节要送你花，你唔来啦，对吧？